现在我们现在这个数据啊，比2019年大概增长有20%左右的客流量是还是比较大的。外卖呢，我们基本上在一天在150单左右，将近有一倍的这个增长量过来。工作日翻台的话就是600%吧，星期天用星期天的话就700%左右。现在我们通过网络平台，我们推出了2人套餐、4人套餐，还有我们是99元的秒杀这个套餐过来，那个很多客人对我们的评价还是认可的。本月28天比上个月31天的那个销售数据还要高，就是证明大家都有出来消费的这个欲望。